这张是陆府最新的赛道，叫做龙行华夏武当三道之运。那这张赛道啊，就在武当山啊，来看一下啊，看看这个小地图就知道这个弯感觉非常非常多啊。我们看一下，这个是出发，这是在山顶上吧？然后我们从山顶上出发啊，往下走，然后右边，再来往左边一个 U 弯，这边蛮大的，看一下，哦，休息区啊。接下来是连续的几弯往下，然后换左边，这边也是一个 U 弯，哎呦呦，好大一个弯！来下来，我看峭壁，哦，这里有两条路哦，一个左边，一个右边，走这里。哦，哇，这边是这样，地形很复杂，直走，换右转，换左转，这边就是连续的一个直角弯。左边没路，换右边。下山啊，各位！哎呦，这么快啊！再一个下，这完全是个大下坡哎、欸。接下来上来嘞，过这个地方，这边应该有一些风景可以看啊。这感觉是在山崖旁边，旁边的峭壁啊。这边应该可以看的吧？哎，可恶，封住。这个地图很花俏哎、欸。直走，右边没路，好换左边，这边直走，来一个坡道下来，右甩，这边呢这边，哎呦，这有两条路是不是？这边下来，哎、欸，真的好复杂、哦，这个地形，这地形有点复杂哦。哦。下山了，下山了，下山下山。这边，哎呦，这个会山下去。看到一个湖啊，漂亮的湖啊。左边跳，顶了一下，哇，这个地图很复杂呢。哎，又下坡，我靠！这个看起来有够难跑，天哪，我感觉会撞烂哎、欸！接下来是什么路段？再换右边，换左边，这边有两个岔路，这边好大、哦，这边应该就是下去的那个下山的四级了。接下来就冲向终点，搞定！这张真的难，有难到吧，各位？那我们来攻略一下这张赛道吧。OK， 然后过来，小兄弟过吧。啊，没事，至少过来，来个超越。哦，我这样气会不会有点爆、啊？哇，两颗！补一点气，补一点气，气太少。好大、啊！好、哦，开超越！啊啊啊啊啊啊！没事没事，我换上面甩看看会不会比较好。哎、欸，会了！先跑吧，这个撞一下比较快，顺便累积一下氮气。甩，这张也没有很难嘛，越来越熟了。好像也没多难嘛，我好像越来越熟。哎、欸，撞右边一点是吧？撞右边一点，胆有吗？有吗？
OK， 走。哇，这个气好像有点少。好的，我们顺利过来。太少无恙，这个一个大弯要超越，哦，哥，这个弯是太小了，我弹。角度比较好，啊。OK， 哎呦呦，看什么东西？双甩一下，啊靠腰嘞，撸掉，撸到了。OK OK。水还好不会重置，吓我一跳。也还是很关键的这几个弯。哎，排一下。好，接下来这个弯我看看，跳一下啊。哼，简单啊，过了啦，再来啊。哎，气没满。OK， 我们要即将进到终点 ，Nice。32又又又，我又进步了，有了有了，我感受到进步的感觉了。啊！虾米？哇，弄丢啥？包上来！哇哟，我踩到手，哇，好快哦！哦，哎，等一下，没事没事。欧力嘎仔，我没有倒。哦，完了，这个弯角度有点差。啊！这是终点，没角度了。干！快拉不住了，车速太快了。上面甩，上面甩。我气那么少。勇敢的跳。这怎么弯啊？忘了。还超越，有没有机会？搞定！哎，干，差一点点，30.1，有吧？至少有30了，好啦。